好，我是林叶婷老师。你想要随时收到最流行的资讯吗？还想要随时知道变美的讯息吗？赶快订阅女人我最大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赶快订阅哦。其实因为思敏是那个穿衣达人，所以其实她好像模特嘛，什么怪鞋在她身上都会成立，因为她就可以把那个态度表现出来。所以第一个她可以驾驭全身格子裤、格子西装。对呀，贵州哎，那我第一个要推荐她是，这是今年最新的。看不懂哎，怎么会？这个很可爱，因为它是球鞋的底，拖鞋的后面。很疗愈哎，对，然后他就很像熊本熊穿了一双鞋，对，然后他猛吗？然后他拖鞋，可是他又有绑这种鞋带，所以真的很可爱。算高了，我觉得他就可以。这下雨天就没办法，因为这样的毛掉满地，真的。这是可以借我左脚，可以可以，你还可以搭配这样子，可爱哦。对，比如说有一些。对，你可以加袜子，然后搭配一些趣味一点的那个袜子，像这也是跟哭泣儿去做联名的，对，好可爱，然后它这样好可爱，它们好搭，一样好适合在一起，所以你因为像穿这样毛毛裤子，对，好可爱。毛毛鞋如果没有穿袜子，你就会觉得怪怪的，而且磨到那个脚也很容易流汗。那我觉得今年秋冬你就可以穿那种半筒袜，对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，今年其实在就是夏天的事，对，也还蛮流行的拖鞋。其实像这种呢是夹脚的，没有，这种叫弹力绳。其实这个是哇，这个是夏末的很高，然后背弓。这个是给那个脚掌很漂亮的，对对。然后还有就是觉得脚喜欢呼吸的人，因为它穿起来会非常的淑女。然后还有像这个不能去人多的地方被踩死哦。这一款演唱会比较，这一款也蛮可爱的，你看它也是，它这个就对，它这个会有一个网子的效果，所以也可以适合大家在。这种夏末的时候再搭配上也是可以，可是那个时候晒太阳脚会晒成那个一条一条。哎，这个那你就穿五指袜啊。对，其实这个就跟你穿比基尼的感觉是一样，你即使晒有一点那个纹路，其实 OK， 因为搭就是一个冬天的运动风，对，它是非常的帅气，所以其实像这样的鞋也是在今年就是蛮流行的。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我说今年秋冬很流行这种颜色，这个很流行，对，你可以穿袜子，要对，你可以搭配同色系的，来像这样子也是蛮可爱，就蛮缤纷的一些条纹的味道。那我觉得今年也蛮流行这种感觉，然后去搭配就是像接下来很流行短裤短裙，其实像这样子就可以，因为像脚踝很细的人就可以这样穿。那还有一些比较流行一些的拖鞋，像他刚刚讲他喜欢穿拖鞋，然后这个呢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徽章式的感觉，然后也可以，你看你这个袜子也可以直接穿进去，对，像很多人就想说，哎，那我接下来的季节还能不能继续穿拖鞋？其实你就可以，对，可以加袜子的效果。比如说，它也可以加入这个，你穿这个，因为它这种徽章有这种眼睛啊，两只脚都不一样的徽章。那现在袜子也有这种手绘感的。就会很，就会跟那个袜子很搭，反而会成为你今天就是足下的主角。那你上衣全黑，其实这样子是可以成立的。我穿这样出去会被我妈骂。